一个企鹅，俩企鹅。俩企鹅，对儿。这打黑。陈林，你关下门，你把这个 SP 立在往下放放。啊。在你的这个硅钢盘下面放个小企鹅。啊，把它放到下面，放旁边，放旁边，哎，对。能上色吗？就是直接在这个金属表面灼烧黑色，用激光激光灼烧黑色。还有这个。橡胶是吧？啊，可以啊，橡胶多少钱呀？3块钱，真的不贵啊。对对，你是橡胶是胶什么橡胶啊？橡胶片上面打字嘛。胶片上面啊可以可以。那速度好慢哦。这个是我这是打黑的，在上面打两个精密的小洞。你的发动机是哪的呀？武汉的。哦，给我拿份资料吧。哎。放了 SP 的人，你再放个小企鹅，大企鹅，那个企鹅啊，放往上面，放上面，上面。